好的，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地图吧。它这次版本更新的很有意思啊。这个它就更新了一个地图，也没更新武器，也没更新模式啊。但是呢，也叫新版本更新啊，所以说我们就只能来做一下这个地图的这个评测了啊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吧，叫做山林小寨还是山寨小林，我也忘了。总之呢，就是这么几个字儿的这个拼凑。这个地图我玩了整整3遍，我才明白这个大体的是什么意思。哇靠，这个太乱了，你看跟个迷宫一样。啊，我真的是走了好多好多遍，最后呢才渐渐的有一点头绪。这个地图应该是有两个复活点的，就是说，好，这边这是一个复活点，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复活点，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呢都会复活人。而且这个整个地图全是这种小屋子啊，可以在那个屋子之间进行这个，在屋子之间这个屋顶上对着窗口打，所以说很蛋疼这个地图。好。那我们这个是在双线一区玩的，这个电线一区我们打了一会儿，发现这个卡的没法玩。哇靠，这么样都上双截棍了是吧？双截棍，周杰伦的双截棍，周杰棍的双截轮。好，那么我现在这个团战水平是有所下降的啊，不知道是打生化打的还是怎么着？你看打人都很不干脆，曾经的话都是一枪都秒了。那么现在这个打生化打的应该是，水平下降了。我这个个人联赛的王者也是已经掉了。那么刚开始打，现在手感好一些。等一会儿大家也会发现，真的特别水啊，有的地方这打不死人啊，打不死人。我去，这么硬啊！手枪一枪给我把头爆了。好，这个地图可以玩刀锋战士啊，玩刀锋战士也挺溜。哎，我最喜欢的联狙啊，虽然是这种垃圾联狙，我去，这个他这个联狙的缺点就是太慢了，他换枪的时候，他拿出来以后得等那么一点几秒。我这里可以直接投，哎，我看到一个人跳下去了是吧？哎，如果没有看错的话，好，AK47，好的。哎呀。好，那最近好久没发团战了，然后生化也是好久没发了，发完这局下期给大家发期生化吧，反正阿春现在就是一个，哇，这个还能躲，可以可以啊，那阿春反正现在什么都能发，只要是，不挑食不厌食，大家想看什么呢就可以发什么，那这边团战的话，团战和爆破是一个，算是一个主路线吧，好，可以啊，还躲这种地方。生化呢，现在也是从一个生化渣渣，现在也是逐渐入门的啊，所以说，只要大家这个继续支持我，相信咱们可以会走得更远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这个下一期呢，就给大家发一期生化吧。然后我本来寻思着这个假期呢，能够一天一更啊，甚至一天好几更，但是呢。发现假期还是有很多要忙的事情啊，这就导致我们可能会有些时候可能会漏一两期啊，那我们就这里提前跟大家说一声，这个因为还要除了学习以外呢，还有一些小事情啊，小事情，那么希望大家也是谅解一下吧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哈，我们可以看到对面基本就是被虐，好，这个地方可以跟他们对狙。但是我要跟他钢枪，人呢？人呢？对面打跑了吧？啊，对面只有4个人。哎，我们要不过去帮帮他们吧？我去，这不是满人吗？我靠，被坑了！哎呀，我的战绩都没了。好，这是在双线一区玩的，这个双线一区名字叫做“这可是小号”。哎，我这个很有意思吧？哎，他们一看，哎呦，这可是小号，又吓尿了。啊，其实这个小号呢，他没看到我啊，很有意思。好，这是一个 AR15S，注意，这是个右下角写的是个 AR15S，但是呢，刚才显示的却是 AR15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它这个 AR15S 的是在 AR15这个模型上进行修改的啊，所以说这个刚开始搭载的时候啊，它没有加载完。啊，它就是显示一个 AR15，送他一个雷，
其实很多枪都是在 AR15 的基础上进行修改的。哎，比如说 M4 好像就是在 AR15 的基础上修改的，还有 AK 好像也是啊。我去，这家伙冲家了呀，这么溜，还想跑？哎呦哎呦呦呦呦呦，这么不给力！这个12发子弹竟然没打死他，这 USP 一颗子弹能打10滴血吗？我觉得够呛，去10吧。哎，完了完了，看没有，开始水了啊，开始水了，不能扫，哎，一扫射就开始水，还是点射啊。哎呀呀，就看见人就下意识的开始扫，这就是这个技术下降的表现。这个扫射呢也有好处啊。啊，扫射练到一定水平也是很厉害的。但是如果你想再提高一步的话，就是你去看一下那个真正的大神啊，哎，基本都没有扫的点射。哇靠，这家伙打死了我3次，我靠，我都负战绩了。啊，应该是练习一下点射。点射是中远距离都很好用。有狙击。哎，不要激我！哎，这里有一个，死了！啊，我这个一枪狙击就是一枪打不到就死了。这边还有一个，哎呦喂！你别跑，哎，你别跑！嘣！啊，没有炸死，他竟然在这个地方躲着，我穿死你丫的！我去，他穿了77，这个真是够烂的，这个 AR15 真是够烂的。啊，不知道大家这次看我视频会不会又有这个回音啊？啊，不对，又有这个声音延迟啊？那有的话我也没法，我现在也不知道是这个声音延迟怎么解决。应该就电脑的问题啊，确实该换电脑了。好，这个攒钱买电脑啊！我现在还是见了人就下意识的要扫。我们过去一个啊！你这个地图最好不要站在底下，你看它上面到处都是这种窗口，哎，这个很有可能被头顶上的人打到，所以说还是最好还是走一下这个楼啊，走一下楼。我去，他让他跑了，这个怎么也得打了80-90滴血吧？我竟然让他给跑了，这里可以直接通到敌人老窝。哦，好，来我们啊，队友非常给力啊，Fire the home！哎，吓我一跳，这后面过来了。哎，这个房间也都是新手啊，全是拿的 AR15 和 AR15S。没见到一把 AK，哎，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，这个应该能穿啊。我插上刀，上刀，好，哼。啊，这个地图太混乱了，头顶上都是人啊，一定要注意头顶，这个头顶啊，随时可能来人啊。够硬啊，都冲老窝里去了。好，任务成功了啊！哪里跑？哦，shit，人家是军铲啊，咱是小刀。好，那么给了我15个这个水晶啊，我现在可以抽了。我记得原来应该还有。好，87个可以开一次能量风暴啊！哎，别开出个永久杀鹰来是吧？好，开出个星痕来。好，还行啊，星痕。再烂也比我这个 AR15 烂，哎，AR15 强是吧？好，看一下还有没有这个新地图，咱们再打一局。团战，山林小寨啊，叫山林小寨。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少啊？这个人有点少啊。好，他自从出了这个全区找房的功能，就比较方便了啊，可以直接从这里找到哪个房间人比较多。
OK，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哦呦呦呦，刚上来我就看到一个九连杀，吓尿了。对面有一个什么吗？有一个兽人头狂魔啊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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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而他没有发现我。哦哎，好，这家伙这么硬，这也是开个小号，这也是开小号来虐菜的吧？我感觉心痕这把枪就是射速太慢，稳定性其实还是可以的。这里有人啊！这个弹道怎么这么飘啊？这个人打字说：“这图怎么了？这图也是图啊！”哇靠，这对面全是连杀，我们这边能不能搞一个连杀呀？好，我们这边也有连杀啊。哎呀，让他给跑了。这在哪打？在这儿，钢枪。其实我要这个地方用狙是最好的。好，来，咱们在这个窗口跟他们对啊。好，我们也六连杀了，没子弹了啊，我们去换把枪啊，找个人换把枪，最后十发子弹来看一下，我觉得还能打死一个。好，我觉得还能打死一个，来，最后两发子弹，Come on。好的，最后两发子弹又打死一个人。好了，我们把这个打死减弹枪。哎呦呵，跑了！哎呦呦呦，我打他竟然浑然不知哎。好的，捡了他的枪以后呢，哎，我们又可以来了。好，他是个狙，把我狙掉了啊。我们有狙吗？看一下。好，我们也有狙啊，我们也有狙。这个地方玩狙还是不错的。哎，分分钟这个 AC 一啊，不是 AC 一，第二名。来，我们来对一下狙。对狙一定要小心右手边这个地方。哎，看到有人来了。哎呦呵，这打是吧？好，可以啊，你可以，你去试吧。哎，我最爱的 AK，好的，谢谢你。哎，这 AK 一到手，那直接就天下我有了。好，还是 AK 好用。哎，可以。好了，换把 AK 啊。什么 AK 都是一样的，其实。哎，这个不应该啊！这个 AK 是我觉得是这个所有的步枪里面最好用的，这个威力也大啊，然后这个手感也好。好，这人直接冲敌人老窝了。嘿，哟呵，打他都不死。哎，这里还躲着个人是吧？我刚看到，我也是醉了。可以啊，可以，有创意。好，他看到我了。好，等他一下。死去吧！快跑！要被吊打了。啊，他看得到我，好吧？你还炼狱？哇！我靠！关键时刻没子弹了。好，我们要去抢这个 ACE 啊！ACE 杀十九死六。哎！哎呀，我。这个地图就是不能在底下走，他走以后到处都是人，还是应该走上面这个房子。对，在高的地方这个。哟呵，出不去吗？上面有人啊，送他一个手雷吧。嘣！如果在底下走很没有安全感。哎，有人在朝我射弹弓。我靠，这弹弓耍的还挺溜。好，可以。啊，这边有个人，哎，漏了枪管子，哎，漏枪管子，这边来到老窝了就，死去吧！哎，好，我们要溜老窝啊。哎，我们要死了！哎，我们要死！我觉得我要死了。哎，我们竟然活着回来了。
好，我们去拿刀捅他们菊花啊！来，好啦，我要捅这个人。哎，捅你啊，菊花！哎，这才一个啊！耍砸了，耍砸了，耍砸了！好的。哎，我要荣耀 AK， 荣耀 AK 啊，我的最爱！哎，荣耀 AK， 这里应该又来人了，死去吧你！好，我们就在这方卡这个线啊。那就卡这个地方。好的。啊，还是 AK 玩的顺手啊。好的。上面有人，穿死你丫了！还有一个穿。哎呀，没子弹了！哎，谁在打我？好，哎呀，我们连杀断了啊。玩下狙吧，没有人呢，你打个毛啊，有人吗？你在这打。这边死了个队友，那这边应该是有人啊。哪里啊？我这包没装手枪，这就非常蛋疼。好了，那我们去。有，他看到我没？哦，死了！我要大哥饶命！好，我记住你了。不玩狙了，还是玩这个步枪吧。感觉对面要赢的节奏啊，我们赶紧把这个分追一追。现在是86-64啊，79啊。好 ，M4 也是可以的，像 M4 AK 啊，这些都是经典枪支，用起来非常顺手。你像这些星痕啊，什么烈焰啊，这些都非主流啊，对吧？这感觉就不一样。好，我们又溜到他们的老窝。哎，来爆车的机会到了，我操，穿死你丫的！哎呀，没子弹了，还不死，我靠！刀了一群，我一刀报仇。哎呀呀呀，这耍弹弓呢？哎，这耍弹弓呢？好，荣耀 AK 啊！死去吧你！那个妹子呢？啊，那个妹子呢？哎，在这儿报仇，报仇！哎，啊，这个地方是通着的，是吧？两边都能打，都能看到。啊，我一定要报仇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是 ACE 了。啊，这个 ACE 来之不易。哎，要结束了，来，结束之前让我再捞几个人头。我去，再来一个。哎呀，好，那啊，要结束了，看来是啊。好，那我们再，鼠标怎么了？好，那么最后呢，阵营也是输了，我们，但是我们是 ACE。好，那么这个本期的这个地图的评算是评测吧。啊，其实就是试玩啊，也是做这样。总之来说，这个地图有点乱。那么大家可能需要多玩几局才能这个理清头绪那么更多的呢，大家可以去这个自己体验一下。那么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到这。